大家好，我是上海体育大学的王震教授，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健身气功马王堆岛屿术带给我们的身心愉悦。马王堆岛屿术依据中国湖南长沙出土的帛画岛屿图编创的健身气功，它注重寻经导引，形意相随，强调肢体动作的开合提落、旋转屈伸、撑筋拔骨，在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过程中，达到健身养心的效果。长期习练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形态、心境状态和身体机能，是一套非常适合大众习练的健身功法。大家好，我是本次健身气功五禽戏培训班的教练，来自上海体育大学谢叶雷，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培训活动，与大家一起分享健身气功五禽戏习练心得。